这边说呢，目前要打，我目前的战力是在这边5500，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打的是那个半兽勇士啊，然后有狮王啊，这之类的。不过我一定想要就是慢慢，最近想要先把他的那个 boss 都跟米也是玩。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啊。那惨了！那这样我不知道整天战力了，这个有限玩。半兽也是看有没有讲过。哦，半兽勇士，哦，半兽战士，这边，哎，半兽勇士，他们有出现哦，哦，在这里，哦，因为他是 BOSS 啊，要不然你就讲一下这些怪好了，哦，终于有人跑出来了。好，之后再跟你们讲一些装备好了。先演示这一只带走它。翻说你兵也讲了吗？注意一下哦，你们现在都在这边挂哦，那我就放在这边。然后盲神你给你们看一下好了，它其实就一个地点哦，你看这里有胜利雪人。而且重点啊，就是因为现在战，所以如果战力没有升上去要怎么办？啊，转身。哦，这边是战力的啊，原来是商城，也可以去买更好的装备哦。装备强化不用看了嘛，技能升级，组件的启动，好，我等下再去看。那今天你们看一下皇阿玛。这个还有温柔，哦，又多一个电单车，